林文龙同陈志尧等一班演员呢日就为新剧出席宣传活动。龙爷仲为咗剧中嘅角色操机，连太太郭海莹都对龙爷嘅身材爱不释手啊！哎，佢好中意啊，系啊，佢喂 keep 住啊，好好啊，咁啊，我话不如你陪我一齐操，哎，你唔好搞啊！哎，即系佢侧边好轻松啊，见到呢块，咦，又有成绩喎，咁，但佢唔知道你付出嗰个过程系有几咁辛苦咯。好快就到情人节啦，龙爷又会点样同太太庆祝呢？听日唔得啦，今晚收好夜，听日又可以做班，咁但我就应承咗，听日就收工就会一家人出去食饭。而陈志尧同老公黄浩信今年嘅情人节就要分别喺工作中度过啦。其实呢段时间，即系我又要开工啦，佢都要开工，咁所以大家都可能将个心思摆咗喺我哋要工作嘅嘢上先啦。我觉得呢样紧要啲咯，嗯。